你可以永远相信犹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犹太。那么这期的话，给大家是一把，咱们小说家啊，这个逆天翻盘的一把对局啊。那么这把的话，咱们开局看到老远不知道，在抓咒师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开局六鬼蛮六的蛮好，但是后面失误了一下，被震慑了。不过后面再经过我们的一系列操作，我们意识还有操作起来，然后让这一局扳回来。所以说，你可以永远相信犹太。飞轮的。提刀没给到就还就没什么太多问题，卡魔了，哭了没哭了没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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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啊，这个能震慑吗？我操！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快进一下，快进到开门站。那么开门站这边的话，红蝶手里有个船，说老鲁话，我们坐车去救人。然后这一波就需要一个很大的意识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主动出击啊。那么这边救下他之后，然后的话，红蝶他肯定在这个他在山寨那个位置，所以他要找一个目标，他要追。那么我们的话是要地窖这河边，所以我们找机会就是主动去勾引他啊。那么这边的话，他就追别人，不着急，回来传送呢，来个传送啊。他这边没看到还好，他说万一回来走失，正好看到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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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下来，就完了啊！还死了，他点42，嗯哼哼。快快走，快走，我不地谁入地。害怕，看我手里蝴蝶什么时候好。你可以永远相信犹太。